零度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就是往旁边打展开。好好。然后可以就是身体带着那个手一起这样动。大概这样子的角度大概100度左右。90度就是身体零度到90度。好。然后可以再往上一点点。好。然后维持30秒，然后再放松回来，然后再一次，这样又要做几次？也是5次。哦，每一个动作做5次，然后停10秒，停30秒，30，每一个动作停30秒。然后好，这个就是往前跟往侧边。然后再来就换下面，上半肢就是肩手腕，肩膀手肘腕关节，然后手指就是刚才的半。那要先，你刚刚是先做肘嘛，然后再做。先做腕。再换肘。哦，从小的做到大的，要就是从前到后，或从后到前都可以，不要从中间再换这样。一定要从头或从尾开始，头到尾或尾到头都可以。再就是宽，就是宽、然后也是先放松阿姨的，就是那个奶奶的肌肉。他这只脚是会痛吗？还是他都是这样？为什么你的手套一只有戴一只没戴呢？哦，因为我刚才在隔壁就是做电脑，所以我才戴手套。所以实际上是需要戴还是不需要戴？不用。哦。像我妈的情况，做电疗有帮助吗？电疗就是它会舒缓肌肉的紧绷，然后疼痛，就是一些身体上面的。那我妈妈需要做完电疗再过来吗？如果有开运动治疗就可以过来。哦。看医生有没有看。那我问问看。你觉得她的状况需要做吗？因为以前都有开。电疗，运动治疗其实就是教一些，生活上的就是可以自理的方式，但是奶奶的状况有一点就是他需要的帮助可能是很大的，可能就维持他的现在的关节活动比较好，所以这个可能你们在家里做到，因为奶奶现在可能需要花多其他的。刚刚做的是膝关节吗？对。那现在也是做膝关节？现在我们现在放松肌肉。现在在做放松肌肉。放松之后再做关节的活动。放松肌肉是怎么做？就是先就是在这边放松这边的肌肉，跟大腿后侧的肌肉，还有前侧的肌肉。然后放松完之后，再把膝关节就是伸直，轻轻的压，然后伸直，不用压到最底没关系。然后这边也是。
现在是做什么？也是一样在放松肌肉。现在也在放松肌肉。对。放松肌肉的重点就是用手压着他的膝盖。是吗？没有，因为他的膝盖有点这边比较太就是太紧了。啊，所以我就先放松他膝盖这边。好，那你现在放松的重点就是一只手压着他的膝关节，然后就是给他一点点力气，就是力量压他这样，不用太大力。对，这就是放松肌肉啊。对。因为你这样子压的时候，肌肉会紧绷。然后紧绷，我现在放掉之后，肌肉就会放松，对，然后这样就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。哦。不能太用力哦，不然可能会受伤。哦。那大概要用多少的力啊？看那个奶奶脸脸部的表情，如果很狰狞的话，代表太大力。对。那现在的脸怎样？现在应该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他把我搞了这个样子，他走了。就是他如果现在的角度是这样，他现在角度是这样，那你就给他一点点力气，你就改变他大概五度的角度就好了。好。对。好，然后改变五度。对。因为非常紧的肌肉是非常难拉开的，对。然后我们要先轻轻的这样子。你有看到他的变化吗？啊？你有看到他的变化？有。对，他原本是这样。对。然后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子往下压一点点，然后维持住30秒，30秒后放松。对，然后放松好这整只腿的肌肉之后，再去做关节活动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髋关节它可以这样子往前，它可以往前，然后也可以这样打开。好，那我们这些也要让它做。啊，也是做五次哦，然后固定好，好，放松，啊。养护所，他住养护所的，他住机构。再就是外展，就是打开的这个动作。然后阿嬷有蛮紧的，就是轻轻的这样微微打开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。他也是做30秒，做五次。我人后又不关。婆婆说100岁了呢。100岁了才进去。然后两边都要做，我现在只是做一边给你们看。你做这边，因为这边比较困难。对对对，因为最主要是这边是我们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方。啊？谢谢。
这边下肢的。也是一样，就是往旁边打。然后做膝盖伸直的动作。我听是他听得懂国语，那他会有反应吗？他就是会痛的反应，如果痛的话，痛才有反应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跟就是表达好或不好，没有，他会痛的反应。我曾经听说有的家属弄到骨折，对，就是太大力会骨折。对，所以我想知道怎么样是安全的。你来压压看，你现在压压看。我现在要学你，你告诉我下次我再压。就是他的，因为他的脚非常直，嗯，然后我们给的力气也不能太大，不能就是一次把他这样压到死。那我们的施的力大概就等于，有一点点这样出去，你看得到他的关节角度的改变，嗯，大概在五度内就好了，嗯，然后维持住，你出去之后维持住，嗯，30秒，然后放松，膝关节就是只有这样子。外展跟这样子内收的动作，就是伸直跟屈曲，所以我们只要做这样子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膝关节不是可以这样吗？不是只有这样啊，它是可以这样的。这是髋关节的作用。没有啊，髋部关节不动啊，我的膝关节可以动啊，我髋关节没有动啊，是膝关节。因为。膝关节它是像是你的跟你的手是一样的，哦，你这边髋关节这边是一个圆形的，圆形的，然后这样子卡住，所以它可以这样子转动。那个膝关节它是像这样子夹住，然后它只能前后，哦，所以你这样子转动的时候是其实是上面带着它动的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所以膝关节只要做伸直跟这样子收回来的动作。然后不用压到太底哈，然后再来是踝关节，然后踝关节就是做，往上，然后跟往下，嗯，有看到吗？嗯，往上。那个是谁的？是你的吗？往下。嗯，是你的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是，对，是的，对对是的。刚才我可能放在那边。是的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啊。做往上跟往下这个动作也是往上30秒，嗯，往上翻30秒，跟往下翻30秒，嗯，然后跟往内翻，有看到吗？嗯，内翻30秒之后再外翻，轻轻的外翻就好了，嗯，好，30秒，内翻，这也是5次，外翻，对，5次，然后我们一天停也是要停30秒，哦，对，哦。然后我们一天大概，早上跟晚上睡前一定要做，那大概3到4个小时就要做一次。3到4个小时就要做一次，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做到。3到4个小时要请他们帮奶奶翻身。翻身他们2个钟头就会翻一次。对。翻身他们会做了，可是做这个是我。那一天至少要做2次以上。他做2次以上，对对对，哦，我通常只做到1次，对，尽量就是做可以做2次，啊，哦，对对对，然后全身的 ，OK， 那他这个身体，你可以看到他很往这边倾斜，这要怎么处理呢？他的身体会往这边，身体太紧，就是肌肉张力太强，是，那我们要改变他，我们就只能就是打破他肌肉张力的太强的动作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帮他做。像我们像，这就是肌肉张力太强，那我们就要帮他搬开。我们
我要把它绑开，就常常就是有空就把它绑开，然后这边就是有空也去帮它做一些动作，就其实你练这个关节活动度就可以改善，但是如果你没练的话，它就会越来越紧。这样就好了。二 2KL 老师。哦。二 2KL。OK。老师，请问你会不会行？